公元前722年，郑庄公继位后，他的母亲姜氏想让郑庄公的弟弟太叔段篡夺君位。主公，哦，是公子吕啊，急急忙忙有何事？这是你的母亲偷偷写给太叔段的密信，被我截获。哦。 母亲也太偏心了，这么多年来，我对母亲一向非常尊重，对弟弟也是处处忍让。为什么他们还想抢夺我的君位？主公，我早就知道你母亲姜氏和太叔段想要害你，只是一直没抓到把柄。现在有这封信做证据，我们可以名正言顺地出兵了。 好，我要亲自率兵讨伐太叔段。母亲呀，你爱我反倒害了我呀，我还能有什么脸见我的哥哥呀？弟弟呀！ 我的傻弟弟呀！我讨伐你，只是想给你惩戒而已。你何必心死啊？把夫人送往郢城，不到黄泉，绝不相见。我和我的儿子已有一年没有见面了。参见夫人。是尹考叔，找我有什么事？ 恕我直言，您儿子庄公也太不像话，把您一个人送到这里，再也不闻不问。哎，这不能怪他，都是我不好，害死了自己的小儿子，又伤害了大儿子的心，我没脸见我的儿子呀。夫人不要难过，微臣会想办法让你们母子见面。真的吗？夫人就等臣的好消息吧。 主公，颍考叔有何事？臣有几只野味要献给您。野味儿？这鸟是个不孝的鸟，捉来送给您吃。这话怎讲？这鸟小的时候，他母亲辛辛苦苦喂养它，等它长大了，它倒把它的母亲啄死吃了。你说是不是该吃呀？ 来来来，颍考叔与我一起吃吧。来尝尝这肥羊肉。谢主公赐肉。你为什么把肉包起来？小臣想把肉留给家里的老母亲吃。老母亲，你真是个孝子啊！我身为一国之君，却不能奉养自己的母亲，实在是太不孝。 您的母亲尚在人世，为什么不能尽孝道呢？我曾经立下誓言，不到黄泉不相见。主公不用难过，微臣有办法让你们母子相见。哦，什么办法？我们可以让人挖一个地道，名为黄泉，然后进到里面。主公。 就是此地了。好，好，好，您母子可以再次相见了。不知道母亲肯不肯原谅我呀？母亲，孩儿不孝啊！我的儿啊，都是我不好，当初不该那样对你。母亲，孩儿以后一定好好孝敬您，请您跟我一起回去。哎。 郑庄公掘地建母，和母亲重归于好。从此，母慈子孝，受到百姓称赞。